大雄瞒着蓝胖子开了个万事通公司，还招聘静香为他的私人小秘书，可滥用未来道具赚钱是违法的。蓝胖子能否成功阻止大雄呢？话说这天，大雄无事献殷勤，不断夸赞蓝胖子了不起，把手伸进口袋就能做到任何事，蓝胖子都被夸得飘飘欲仙了。大雄趁热打铁，问他愿不愿意把这份伟大的能力用于造福全世界。蓝胖子不明所以，大雄提议创办一家万事通公司，用蓝胖子的道具造福人类，实现财富自由不是梦。蓝胖子一听立马拒绝了，直言自己的道具不能用来赚钱，这种无聊的事情想都不要想，赚钱的机会大雄怎会轻易放弃呢？他已经铁了心要做了。于是在蓝胖子的被窝里一顿摸索，终于找到了备用四次元口袋，这个口袋跟蓝胖子口袋是相通的，所以能拿出蓝胖子的任何道具。大雄思考了一下开公司要用什么，首先需要一个可以办公的地方，于是他拿出了道具壁纸公司，先在壁纸上写上万事通公司。不得不说大雄的字真该练了。接着大雄来到了空地，将壁纸公司贴在了神城家墙上，这个壁纸就是公司入口。虽然这门看起来很小，但里面的办公空间却非常大，毫无疑问大雄是公司的董事长，可硕大的公司就他一个人。看了看旁边的位置还空着，大雄决定招聘私人小秘书，当然这个职位非静香莫属。于是大雄跟静香说了这件事，静香也毫不犹豫答应了。可来到公司一看，静香后悔了，他以为大雄在开玩笑呢。大雄忙追上去解释，直言是用蓝胖子的道具做的。静香一听这话还算靠谱，于是就跟着大雄回来了。一看这公司确实挺气派，静香问大雄要做什么，大雄想着先把公司宣传一下，于是用道具做了几百张宣传单，本想让静香去外面发传单，可看着静香的眼神，大雄实在说不出口，无奈之下只能自己去分发了。懒惰的大雄直接在空中撒，还抱怨这根本不是董事长的工作。忽然听到了蓝胖子的说话声，大雄赶紧扔完剩下的宣传单，慌慌张张就跑回公司了，结果飞得太快刹不住车，咣当咣当撞了两次。为了不让蓝胖子阻挠自己赚钱，大雄从口袋里拿出了保镖机器人，并下令蓝胖子来了就把他赶走。果然不一会儿蓝胖子就找来了，一鼓作气冲进去，可分分钟就被扔了出来。保镖机器人还是有两把刷子的，可用未来道具赚钱是违法的，会被处以巨额罚款。蓝胖子势必要阻止大雄，这也是为了他好，不料大雄把好心当成驴肝肺，竟然还让保镖机器人攻击蓝胖子。无奈之下蓝胖子只能先逃跑再说。大雄以为这下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忽然听到有急促的敲门声，大雄装模作样让静香请进来，仔细一看是个在哭的小孩子，这让大雄蒙圈了，毕竟是头一位顾客，大雄让他有事尽管说，可小孩子哭得更厉害了，哄孩子还是静香更在行，一直哭也不知道他想干嘛。静香说让他小声告诉姐姐，小男孩说了事情原委，原来他打碎了老爸珍贵的古董，所以想来寻求代为道歉服务，而大雄却还有更好的办法。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了复原光线，对着破碎的古董一照，古董竟然瞬间恢复了原样。小男孩一看顿时欣喜若狂，高高兴兴就回家交差了。静香还叮嘱他路上小心，本来是好事一件，可大雄并不开心，因为没赚到钱。静香说助人为乐不挺好吗，大雄却说不赚钱就没意义了，开公司的初衷就是赚钱。大雄说下次收钱他俩平分，话刚说完又有人敲门，紧接着第二单生意来了。第二位顾客看起来像位富婆，他想找人帮自己宽敞的庭院除草，大雄不想接，可人家接着说费用10000日元，听到这么多钱大雄立马同意。紧接着他拿出了速成机器人，大雄想激活这个机器人去除草，可听到除草俩字他想到了什么，原来他自己家的庭院也要除草，他把老妈交代的任务给忘了。大雄赶紧让机器人去自家除草，先别管这位顾客了。一听这话富婆发飙了，骂着街就去找其他公司了。蓝胖子不甘心又跑回来了，大雄一看赶紧吩咐保镖机器人动手，蓝胖子被拦在了公司门外，保镖机器人托起了更大的石头，一看这情况蓝胖子吓得转身就跑，可还是被机器人把头砸了个大包。大雄说下一单一定要赚钱，说着说着第三位顾客上门了，蓝胖子也不知道该如何阻止大雄了。大雄问第三位顾客有什么请求，大哥直言想要演唱会门票，是杰克尔麦克逊的日本演唱会，那可是世界级的天王巨星，普通人很难买到演唱会门票，这位大哥是杰克尔麦克逊的铁粉，说着就拿出了一沓钞票，只要能买到门票花多少钱他都愿意。大雄直言包在自己身上，他记得有个叫预约机的道具，无论什么门票都可以预约到，由于口袋是相通的，大雄在口袋里掏东西，蓝胖子那边也感觉到了，可这次大雄把蓝胖子都搞笑了，蓝胖子这才想起来口袋是相通的，于是他也把手伸进了口袋里。大雄掏了半天没找到预约机，反而感觉里面有人拉自己，一不留神就被拉进了口袋，大雄最终被蓝胖子掏出来了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为了给大雄一个教训，蓝胖子抓着大雄衣服在空中飞，吓得大雄差点尿裤子，连忙求蓝胖子放过自己，还说以后再也不开公司用道具赚钱了。